安博空间公司是一家新创型共享办公提供商，致力于通过灵活的会员计划给企业还有创业者提供新型的办公模式，满足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对便捷经济还有高效办公空间的需求。由安博公司投资创办的安博空间共享办公盛大开幕剪彩仪式在洛杉矶阿尔蒙地区举行。安博空间呢是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个会员计划，我们有虚拟办公，有开放式办公区的一个会员选择，然后也有独立的办公室。那独立办公室呢，我们有1到2人间的小房间，也有大的8到10人间的房间。那无论你是一个初创企业还是一个成熟团队，在我们这边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办公计划。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独立的出租我们的会议室，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可以容纳100到150个人，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那不管你是要做一些商务的宣传，还是要办一个盛大的 party， 都可以在我们这边找到合适的场地。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阿尔蒙蒂市市长 Jessica Ancona、 市议员成员等政要和代表都到场祝贺并颁发贺状。国会议员赵美心在致辞中表示，这个共享办公在短短的时间已经被租用了1/3的办公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年轻的商人开了个好头，希望他们和团队再接再厉。我们在试营业的最近几个月当中呢，成果也是非常好的，已经差不多出租掉了大概30多个房间。那我们总共是有90个独立办公室的。那通过一些媒体的宣传和会员之间的介绍，相信我们后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一个结果。共享大厅典雅精致，配备了高级沙发和茶几，绿植成景，温馨的吧台、咖啡及饮料区，营造了一种舒适的社交及商务洽谈的氛围。每一个设计的细节都能感受到安博空间的巧思和心意。中天中望采访报道。